首先我要谢谢我们 marketing 团队的所有同事。那么很多时候我只是想我要的东西，我只是想我的策略，真的去行动的很多时候都是他们。这一些 VV 的经理级的员工，虽然他们只是 VV 的员工，不过很多时候他们做的东西，他们付出真的不输我们四位管理层。这一些就是 VV 真正的幕后英雄，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后面这一群幕后英雄，这一群经理做成的。让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。在今天市立体育馆的这个场合，我跟我们的这群经理代表 VV 国际正式宣布2015年12月份终极领袖表扬大会正式开始。可能你认为有一些人他很成功是因为他很幸运，可能你认为你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幸运。你可以继续这样子想，不过他对你一点都没有好处。因为如果你一直把这样的心情放在心里的话呢，成功永远离你很远。要成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人生战场上的胜利者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VV 已经赢了。感谢你们愿意陪我一起走向
辉煌的人生。告诉自己，下一位站在这里讲话的就是你们。我真的放弃了一样东西，就是我的坏习惯。只要你肯放弃你的坏习惯，我相信明天一定有一线希望的曙光照着你的心房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告诉你们，不要再怀疑了，因为你们今天来对了这个平台。不管你加入了没，或者是还没有加入的话，真的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今天既然各位已经来到这边，我们必须打开眼睛来看，为什么这间公司这么成功。林威的平台真的是充满爱心、充满感恩的一个团队，所以在此我非常感谢 Dr. Lin 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平台。以前 Revet 的承诺都已经达到了，这个目标要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办表扬大会，已经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必须要有所感触。各位， Winning is not a sometime thing. You don't win once in a while. You don't do things right once in a while. You do it right all the timeWinning is a habit, but unfortunately, so is losing. 因为有你们，因为你们的鼓励和爱护，你们的支持，让我白手起家，让我改变人生。如果你想创造未来，来立位；如果你在你的事业里面还没有成功，来立位，找到对吗？我们人生两个游戏不能输，一就是健康，二就是财富。我就是过来人，我输了健康，赢了财富，又怎样？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来医我的病，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白来这个地球，把这两个游戏赢回来。那今天我真的要趁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在这样的一个舞台，我要感恩一些人，一些在七年前，当我们在咖啡店。一盒一盒卖，一套一套卖，还没有办公室的时候，就那些就相信我们瑞威的人，山东翁，苗本安，在大三角的南正，我们的老大陆金正，叶丽 ，Mr. Lo， 宝叶姐，大多 Kenny。还有 Claudia， 我们做到了。力争上游，汇聚真心，梦中的那个世界会出现骄傲的翅膀，呼和气息同享。给世界一个意外，荣耀和光辉，终于让我找到。你们已经找到立威了，明年跟自己会成长，要去做到，跟自己本身讲，就是我的年。2016年，我就是站在上面，成为第一名的那个人。